干啥呢？垂头丧气的就来了。我病了。改天打电话以后，这会儿你病啥病啊？是不是又想小米粒那相思病了？是不是？我这病啊，可奇怪了。啊！一参加完婚礼呀、啊，就想结婚。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？啊！参加完婚宴想结婚，你要参加完满月宴咋的？你还想吃奶呀、啊？给我上一边去，我真病了。我跟你分享个好事，你病就好了。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。不关心，我病了。还有五百块钱奖金呢，跟我没关系，我病了。这五百都请你吃饭。我病好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他这个样，你知道吗？小脸儿 啊，你一说请我吃饭呢，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就打通了。我跟你说，吃饭呢，这个不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叫你来？因为你能张罗，你能咋呼。今天咱请啊非常重要的人，知道谁吗？谁呀？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。好事啊！好事是不是？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。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，咱也尝一尝。行行行行，我不管别的啊，让我吃就行。小脸啊，你找我算对了啊。啥意思啊？你带我不白带。啥意思啊？我肯定给你吃回来。你先回走吧，别忘了帮我忙活啊。必须得帮我忙活起来啊。快快。哎呀，欢迎光临随叫说，如果浪费罚款10杯。刚好走错了，这是练歌房吗？这是。哎，别走。是我们这一套啊，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本店的服务员，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。请问今天几位呀？哎呀，我们七位。七位，好嘞，请跟我这边来。为啥呢？唱戏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大桌够用啊。这样的啊，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啊，本店28元一位，限时2个小时，随便吃，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。哎呀，知道，我们懂，我们经常吃。好嘞，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。放心，保证愉快。还对唱了呢。小脸儿、是自助不？对呀、那还等啥呢？拿呀！这是啊，吃啊！你自己能吃到这些？还维修师傅呢吗？你维修师傅，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这全给端上来了。我不挑食，你这不挑食，我看我挑错人了。限时2个小时，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抓紧吃吧。咋还告诉一遍呢？我们知道。又不光俺俩，还有别人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整、你电话是不是响了？你震动，你震动，你这白响了，咋变连声了呢？你拍的呗。你这玩意真神奇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哈哈，哦，好嘞。